说的是，对，是你了，你当好。这咱好，脾气还有两分钟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好。酒店不给进，只能放在这里。现在说不让进，看看。我得下班了，兄弟们，这咱跑了远，这咱跑了来回得有20公里了。下班了呗。买了五包面条，今天咱们做一个炒面，吃点猪头肉，吃点猪蹄子，我的最爱。这小日子要多香菜有多香菜啊！做饭。好运来，日子好运来。先把这个什么，方便面给它先煮一下，煮过之后咱们再爆炒。来，面条给它煮了。把面条给它捞出来，可以了。炒面吃，炒面。盐材料在这上，炒面只有水咸材料才香。今天吃猪蹄子，好东西；猪头肉，好东西；自己做的炒面，哎，再来点小酒，你看这日子过得多挖人够的，快活得很啊！有吃有喝啊！我一切觉得是少了个美女陪我，再来一个美女呢，就更不得了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浅尝不酗酒啊，浅尝不要酗酒。第一口先敬网友。啊，看到没有，香。哇，真好香，哇。陶醉啊，哇，哇。这猪蹄甜甜的，特别好吃。好香。来，兄弟们。化掉了啊。
了。